那老婆的话奇怪哦，就是不太会听，很奇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这边穿衣服，老婆说：“你真的要穿这件吗？你不觉得很紧吗？”太紧了吧！你那个身材整个在像逛坏的糯米肠。我说不会，哪会紧？然后我就不管他，我就出门啊。然后在楼下遇到警卫，先生，你那衣服好紧哦。哦，对哦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我要上去了。然后我说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出去外面，他们脸皮就很薄。为什么？你们出去外面，你们脸皮就很薄。对，真的，我们女生真的不是没事就爱乱发脾气、乱骂人。男生不要做一些讨骂的行为，而且我们还愿意骂你，那表示我们还爱你。有一天不骂你了，你才知道。